如果他们想在一个宗教自己就是高人一等，或者他们的名声就有座保证，绝对是稳稳阵阵。今时今日，是不是都听到有不少的人以他们所信的神的名义，或者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的名冠去伤害甚至神死其他不同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的人，发生了的宗教暴力事件，某个在印度教、穆斯林教、佛教等等之间见到，有时在我们基督宗教里面都会发生。同时我们会讲的，他是不是想就讲讲吗？这里要分辨清楚，他是信一个宗教，第二个真的信天主，或者信神，或者信上帝，有不同的，但是一个同一样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去批评其他宗教的信仰，是我们信基督的教徒都有很多分别，有天主教、新教，还有很多不同名称的基督教徒，但总是好过各个教，话有他的他个会先会得救的，或者又或者他们先至是真的基督徒等等。以前在教会里面都三个这些事，可能现在都仍然会是这样，唯有一些人在耶稣的时间，很多犹太人相信他们自己就是被天主拣选的人，而其他人就是永远都被天主所拒绝。今天福音为了回应一条问题，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邀请我们进入这一道窄门，耶稣无肯定或者否认是否只有好少人可以得救，但是没人可以保证必定得到救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天主的爱和自由带给所有的人，不只为那某一个人、某一班人民、某一个种族或者国家，是我们的基督徒团体教会啦，由初期至今是要向全世界宣告一个喜讯，关于天主的爱是为全世界的，分享福音的喜讯，为那些渴望得到爱和公义的人，互相支持关心那些孤苦无依
被人剝削，被遺棄的邊緣人，希望令到更多人會願意去改變急需者的生活。這裡得救的意思就是要人無論生活緊或者死後，都可以與天主同人有美好的關係，可以說是簡單，但是去做就有點難度。簡單，因為耶穌講過，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困難，因為隨時要做出一些犧牲，或者要面對一些挑戰。咁究竟有幾多人會得救呢？實無人知，但肯定係天主願意好多人可以得到救贖。而呢樣嘢，唯有我哋要去判斷。耶穌話：你們要努力又責問而入，因為將來有許多人要想入去而入唔到。這個責問是指乜嘢呢？我哋可以用一個字去講曬，就是愛。我都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好多次，但是我最想講是格林多前書裏面聖保羅所講的，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為樂，卻以有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這些行動每個人都想做，但是很多人做不到。他們覺得聖保羅耶穌所說的仁愛的路是極之困難，所以選擇了拒絕。他們寧願行一條闊啲的路，一條受限、迷遇、妒忌、奉受等等的路。如果我們不懂得愛，為基督徒的生活就完全沒有意思。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認識耶穌，但是他真心去愛和關心身邊的人，願意與人分享，為其他人而生活，就好像耶穌的心一樣。但耶穌到最後肯定會認同他，是在得救的行列。所以耶穌說，有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有最先的將